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，北部跟东北部天气较冷，并且有短暂雨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。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16到17度，台北低温16度，新北16到17度，桃园新竹也是16到17度，苗栗17到18度。中部地区台中20到22度，彰化19到21度，南投20到23度，云林跟嘉义都是19到21度。南部地区台南21到23度，高雄23到24度，屏东24到26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低温17度，花莲19到20度，台东20到22度。外岛地区连江12到13度，金门14到17度，澎湖19到21度。